千金难买一生响。我这把剃刀已经有10年没人碰过它了。我谁啊？你拿什么听我的刀？ 東北嗰陣時，同係一線天打過嘅，梗係你偷懶翻咗香港做第啲嘢，有啊，佢仲衝玻璃出嚟，哦，喺火車站入邊嗰度，冇咩，佢一出嚟就冇啦嘛，即係啪啪啪打到瘀晒㗎，佢仲俾我拍到，但係始終都唔驚，係啊，咁但係嗰場都只係其實係放喺我嚟做乜嘅，係冇，就剪咗咯，有打㗎，剪咗啊，成場剪咗，因為一線天係幾尷尬㗎。 大家唔係好中意做乜？唔係，實線天個角色原本係有成個劇本，成條線喺度嘅。係咪？因為四千同阿葉問個對平衡發展咧，好緊要噶嘛。應該有，但係佢4萬尺只剪剩誒。係咯。因為一線天嗰個白玫瑰理髮店咧，嗰度就喺阿公義個醫館隔離噶嘛。即係佢其實一路守護住阿公義噶嘛。睇片就唔覺得喎。係咩？ 睇片，我覺得成條線剪咗都冇問題。哦，即係咁啊。哦。